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uicy Ding。 左边小路落翠林，直入隧道出九龙，你会揀哪一条路？我就会揀这一只牛啦。近日有网民发帖子，将军澳一名市民不单止驾驶电动滑板车出去，还直接揸架车入隧道喎。相关贴文随即引起网民热议，并批评相关的行为危险。有网民笑言 ：Let's go to highway, baby！ 有人就直言架电动车够力排到上条长命车先劲。其实啊，这个行为危险又违法，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啊！